看朱宗庆打击乐团昨天晚上在小巨蛋表演，德裔妇人周美青是压轴演出，在台上又蹦又跳。不过更特别的是呢，周美青的穿着让人很惊艳，原来她首度穿皮衣皮靴，一身劲装，不过依旧维持她的利落打扮。怎么会全场欢呼声不断？原来朱宗庆打击音乐会特别嘉宾是他第一夫人周美青。美青姐全身律动，跟着团员肢体发出节奏声响，一出场当然是全场焦点，但周美青的服装更吸睛。黑皮衣内搭黑针织衫，还穿皮靴，维持一贯利落打扮。以往参加打击活动，周美青穿过黑针织衫、改良 polo 衫、白 T 恤，但从未穿过皮衣亮相。据了解，周美青决定要出席打击音乐会前，朱宗庆老师事前邀约她上台表演，当时周美青没一口答应，但私底下却很认真练习。2009年出访贝里斯，周美青就苦练打击乐，这回当嘉宾还上台秀两手，尽管下台前一个踉跄差点跌倒让人吓一跳，不过完美演出还是让人印象深刻。这是刘嘉宇台北综合报道。